天气这么好，出去走走吧。今天是春假的倒数第二天了，一直没录素材是因为确实春假也没干啥，也没出去玩，就在家里躺。然后今天一个新泽西的朋友来找我，是一个发小，然后我们准备等一下去超市买点东西，然后晚上去吃个饭，然后大家跟他 say hello。 Hello， 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没有。没有，好，那我们走吧，等会儿见。不过我的车上有贴墙的话，一头很好多。如果你车上贴墙，咱们去 R R V 万街。上车，上车。让我们放一首好听的歌曲吧。好呀。我是差不多先生。我的差不多是天生。哎，我们要上五环。好，我们放一首很好听的歌曲。没有五环，只有波士顿。好的，车子开上倒牙子，那我们出发，我们走。我还开反了，开反了，好像当时往回走。如果你墨镜哪里买的？墨镜，胜利地下。各位观众一定不知道胜利地下在哪里。来，如果给大家展示一波特道技术。侧刀啊，直接拱进去啊。拱进去。我们现在已经来到这个超市了。我新买的零食。羡慕。我们现在买完了东西，然后呢等一下准备去吃饭。然后波士顿海港怎么打呀？是 Boston Harbor， 你看一看我是怎么查，是这个吗？大家晚上好呀，我们刚刚在老四川吃完了晚饭，我们现在准备晚饭之后去溜溜弯，要去波士顿海港，然后我们走吧。
大家晚上好呀，我们现在来到了我这个波士顿的一个海边，然后我们在这个公园里准备转一转。晚上的景色很漂亮。Quincy Market Building 里面转一转，看看能发现一些什么有意思的东西。我们走吧。